足足
新賽制對於球場嘅需求增加，只會同賽後本地需求嘅落差變得更加大。由此可見，新賽制底下
可以方便一方即時提出，其本應可以從直扣分，以此為一分。如果公正一方如常發現，亦都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咁啊，相信話，請評判注意嘅係，填寫公正分數嘅時候，請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反錯嘅分子。第一格依法次序係原有分數，第二格先至係合理分數。咁最後點正確提出有違辯護作出公文，公正。但如果細菌係四分一次，唔係四分一次，你有多四
分翻四隻字十一方圖啊，就係違反而反啦。點解咁講咧？用三個字嚟錯嚟，呢就係資源部分。不台咧就話啦，譬如啲球場咧冇人用啊，都係電子用好慘。等陣先，我攞啲極端例子同你講啦。其實咁有方面反對嘅，任何世界城市起一啲球場攞出嚟咧，就會造成資源浪費咧。我都見到好多成功例子㗎，巴西你又唔講，奧運甚至北京起唔到雀巢出嚟，仲仍然有人用仍然放景點。點解有方台完全睇唔到呢？因為方台就話會浪費嗰啲國家資金。我想問下方台啊，有方台知唔知道制度點運作㗎？今日原來佢做主辦嘅時候咧 ，FIFA 係會衡量翻佢嘅財政實力㗎嘛。所以今日見到係。卡塔出去做主辦國㗎嘛，你唔會攞到第三個第三世國家出去做一個主辦國㗎嘛，即係不過呢個論點咧，已經講唔過去㗎啦。跟住其實咧，我今日第二個現場嚟睇翻啦，現時咧呢個世界會係睇翻足球嘅世界趨勢嘛。其實我哋見到嘅就係原來咧已經多咗好多比賽隊員咯。我哋睇翻歷史啊，點解我哋由16隊變到24隊，再變翻去到32隊咧？因為我哋今日見到係有實力嘅隊越嚟越多，有競爭性嘅越嚟越多，因為咩啊？因為全足球普及化啊嘛。我今日見到係。以前32隊講1998年嘅時候擴建嘅，當時有114支隊，但現時有幾多隊咧？以前已經有206支嘅隊伍咯，參賽隊伍增加，難度名額唔應該隨之而增加咩？我哋今日見到嘅就係原來當1998年擴建完之後，擴建完克羅地亞就靠住擴建嘅名額，靠住附加賽直接殺入去到季軍同決賽軍，咁證明呢啲國家真係有實力咯。真係有實力嘅時候，點解唔先都俾呢啲名額佢咧？其實今日有，其實咧，其實我哋亦都仲有幾多其他唔少嘅開頭啊，亞洲冠軍因為名額唔夠就入唔到啦，歐洲冠軍意大利亦都因為名額唔夠就入唔到啦。但係有方台想見到一個世界盃，呢啲咁強嘅隊伍咧入唔到世界盃，啲甚至係見到嘅係，即今日有方台咧，其實本質性勢咧，因為反對緊呢個增加隊伍啦。我哋今日見到嘅就係、是，我哋唔應該固步自封咯，我哋應該係令呢個世界盃越嚟越好睇，越嚟越多精彩隊伍參加噶嘛。即其實今日咧，我哋世界盃唔係只係好孤兒，係有世界嘅。我哋今日係講緊，我哋唔想再見到歐洲一家獨大，係想見到其他洲份。今日依家見到咧就係歐洲、亞洲能夠唔平衡啊嘛。我哋今日見到亞洲嘅隊伍，日本已經上嚟啦，同埋有唔係球星有孫興文嘅韓國啦，跟住亦都有誒呢啲三千蚊嘅日本啦。我想話呢啲難度就唔可以落嚟上緊嘅，就係有一個加上嚟啦。即係呢個時候咧，就睇翻有方同我哋講相比啦。佢同我哋講啦嘛，一隻多比賽咧就。歐聯聯一件事嘅保障，但歐聯同埋聯賽嘅同時咧，同樣有啲相對風險，但我想問有乜同啊？現時我方見到咧，呢個一刀相對就係粉絲有效，唯有方度咧，唔好作為臨時決定啊，多咗一場啫。而呢一場只不過係適用於個四隊，所以其實今日有落嚟嘅份處咧，有冇份我在世？咁其實有方度既然覺得咧，我哋係剝削緊啲球員，邊有方度交出一個尺？點解係剝削緊球員咧？何為剝削緊球員咧？幾多場先唔係剝削緊球員咧？都是何位？最好大家好似由有方嘅主線講起，有方咧喺主辯嗰陣時咧個背景就提到話，而家休息時間咧又九日已經足夠啦。但我方主都同你講咗，今日咧世界淨係睇世界盃，對比起普通聯賽嘅受傷之率已經係增加1.5倍嘅時候，甚至再講就係增加咗九日咧，會令到啲球員喺世界盃前頭係冇時間休息嘅時候。再譬如啦，我哋真係睇一對一個足球員嚟講，佢踢多場有咩影響先？啲球員踢完小組賽之後咧，佢即刻做賽後檢討啦，佢仲要聽朝即刻做恢復。到第三場嘅時候咧，佢仲要即刻做一系列嘅好重度式嘅集體式嘅足球訓練同埋健身訓練。到佢32強前嗰日，佢仲要做埋啲輕度嘅訓練同埋戰術討論嘅時候，去調整翻佢本身球員嗰個狀態。所以踢多場咧，唔係好似有方講到咁細嘅。再講咧就係而家嘅現況咧，就係啲球員咧喺喺啲踢決賽嘅球員咧，係對比起踢普通去到踢普通聯賽嘅熱身賽咧，已經係完全冇休息嘅時間，直接去踢熱身賽嘅時候，係根本就算係再睇之前32強，根本係達唔到我方主要所講班球員想要有14日休息時間啊嘛，所以避免有可能都講唔到啦，甚至當一啲。意大利啊、德國嘅教練都同你講，甚至球員自己本身雲即刻都同你講，休息時間唔夠嘅時候，有所錯過呢一點根本唔存在。再睇下方學子呢兩點啦，第一有方學就要推動足球發展，佢就話而家名額唔夠，所以咧有方學提有啲咩例子，嗰啲咩歐威球啊、意大利啊啲國家就會輸咗啦，就會因為名額唔夠所以入唔到。但係而家睇翻點
嘅都唔使理啦。加落去佢哋點樣誒攰到點樣樣，365日都唔使休息，係都可以接受啦。呢個藥方自負要出嚟回答。第三去到第二個位咧，就係有學話要收益，佢就同你講咗好多數字，話咩39億啊，話咩升咗50%咁樣。我都承認喺大國嚟講，得搞呢啲世界盃咧，係的確會做到收益。但係睇翻啲小國，佢哋因為正係加咗多隊伍之後，要起更多球場，無論佢哋冇錢去起呢啲球場嘅時候，根本就係達唔到世界盃本身所講嘅原意，就係俾更多個國家去搞呢個世界盃嘛。就算所講有科學咧，喺公佈問我哋話啲球場可以從嚟改造，可以嚟收益，但係呢啲有科學需要都係需要錢嘅時候，唔明白有科學所講嘅收益喺邊度，所以肯定唔成一個所謂。嗰陣時，我方問你啦，係咪加到你64個以上都冇問題咧？有方答係，
所以大家記住啦，有可能嘅立場就係覺得其實咧世界盃為咗普及化、為咗全球化係可以加到幾多隊都冇所謂嘅時候，咁先不論呢個弊處。有可能今日第一個論點想同我哋講話做全球化，佢話可以俾啲球隊自然實力啦。但係喺有可能立場底下，你加多咗啲弱隊，佢點樣自然實力？佢圍場比賽嘅觀賞性又好唔好咧？有可能而家就係見到有啲弱隊平波落降，今次踢世界盃，佢哋就只不過係圍住個籠，有個波埋嚟，佢就踢走。跟住再有啲時候有機會嘅時候，苦碌咁樣踢到入個籠，跟住就贏咗。唔通有安來？你覺得你想普及嘅足球就係呢一種足球咩？加多啲弱隊，你話普及化咗，但係對於成個比賽嘅質素，有安來又有冇審視過咧？第二點啊，有安來又話推動足球發展，係按照有安來邏輯，如果你係覺得加到咁多隊係唔使你球員點安，亦都唔使你佢之後要需要咁多成本嘅問題嘅時候，足總對於佢嚟講，真係賺咗好多錢，加又可以推動到好多足球。但係背後的成本是什麼？有冇人諗過呢？背後咁樣講嘅成本就是而家喺未來要起咁多個球場去接應咁多隊嘅時候，而家佢哋今年2026年就講咧有3.1亿啫，但係未來可能唔係啊嘛，未來有啲小國佢可能佢根本就冇能力承擔，甚至喺參賽名額增加嘅時候，成本又多咗嘅時候，咪導致啲國家要起咁多球場，而起完之後啲球場又係嘥嘅。咁我同你講話巴西啊，只不過佢唔係小國，但係問題就係巴西就係小國，而佢搞完世界盃之後，正正就係有場館浪費嘅問題。譬如係亞馬遜競技場，佢就係巴西馬魯斯嘅，但係結果咧，佢喺奧運嗰陣時佢又攞嚟用啦，但係結果佢只係用咗4场比赛，跟住4场比赛之後咧又冇用啦，跟住就荒廢咗喺度啦。唔通呢個就係有安台想見到嘅成，即係唔通呢個就係有安台想承擔嘅後果咧？所以有安台轉過嚟，我哋質疑嗰個球賽嘅休息時間其實唔係少好多啫，但有可能佢論調好奇怪，佢話成場比賽嘅賽程係多一場，係對於決賽，如果你入個決賽踢多一場，但係就32强開始，我原本可能我上年入4强，我要打入16强，我舉例打4场嘅時候，我今年要打16强，我要打5场，所以換言之喺32强以上嘅隊伍，其實全部都要踢多一場，而嗰一場都唔淨係包括比賽嗰一日。嗰場仲係包括我前面嗰啲戰術討論啊，我要訓練啊，但有班同學又話戰術討論係唔嘥時間，係諗下嘢嘅啫喎。咁按照有班同學邏輯，你諗辯論都係諗下嘢㗎。咁我咪可以逼你不停咁諗，不停咁打比賽，一年365日咁樣打都冇問題咧。所以有班同學根本就冇回應過休息嘅問題，甚至喺球場成本問題，有班同學叫我哋舉多啲例子，有咩例子？譬如我方而家就舉俾你睇咯。譬如俄羅斯冇爾多維亞競技場，佢賽後咧就攞出嚟做表演，攞出嚟做表演場地。每年要送3亿卢俾你维持，就又或者另外一个球场嚟加里宁格勒体育场啦，佢赛后改建咗要成4000万卢俾翻身嘅时候，邱文堂你话成本唔大，但系咁样而家有几多国家可以负担我3亿，可以负担我4000万？邱文堂，请你考虑先，再做一次发言。将要维持今日3:10嘅多线，即系冠军，呢只比较自由性比较慢啲，双方各有3分嘅较量时间，东亚方发言时间用完，本人会宣布另一方嘅胜。我方可以自由提出任何多位辯員發言，每位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有辯員係未來考過研嘅話，我即場提出屬實嘅該辯員所持一方將地每位零賽制同時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首先提出一位辯員。因為我方議員同你講咗，原來咧幫咗喺秘魯裏面嘅一啲嘅朋
咗足球學校幫咗7億個兒童學足球，呢啲有幫幾個成效咯。不過唔緊要，我哋講翻有啲時間啦。請問你啲戰術討論係咪搞到嗰啲球員佢哋精神有損？唔係，方樂唔好走住先。起足球學校係可以建基於球員受傷嘅問題之上。唔係，所以我方咪問緊你咯。依家做戰術考慮係咪真係咁辛苦先係嘛？我急方就見到一週嚟作行之後話，點解有方二要魔化咧？佢有方唔知戰術考慮㗎，我仲要熱身咧，我仲要踢其他隊練習場，呢啲唔攰㗎，呢啲唔使時間㗎。再講啦，有方同你話咗要起球場，咁係咪我幫助到個7億嘅未來人，就等於我可以建立喺世界盃幾廿隊嘅球隊上面？今日有方話原來咧，佢哋話要14日嘅休息時間，而家見到原來世界盃竟然有16日準備時間，有冇話足唔足夠？16日準備時間入面係包討論，入面係包練習㗎嘛，呢啲都係唔使用到，呢啲係唔會佔用佢休息時間。今日討論係咪會搞到佢哋有咩創傷同埋有咩受傷？咁除咗討論之外，仲有練習咧？咁如果練習都受傷，你平時有幫助啲球員自己練習都有機會受傷，不如唔好練啦，一齊翻去打機打足球嘅你先得啦。有幫助今日休息定練，對於班球員講係啲咩啊？咁啊，所以今日有幫講唔去，究竟你呢啲訓練同埋你啲戰術討論究竟有幾咁嚴重？反而我方見到你加咗9日，有16日呢啲時間就可以解決到有方嘅問題咯。不過唔緊要，有方承唔承認由本至今係多咗3隊。所以在友方的立場底下，是不是覺得16日不斷練習完直接開始踢，跟住再踢下一場都是沒問題的？我覺得其實世界盃咧係咪要為咗其他聯賽而讓步？咁我係咪覺得4隊有足夠？咁不如我哋唔好踢啦，淨係踢4隊咁啊，最多休息時間啦，係咪咁樣做啊？球員係咪唔使踢嗰啲聯賽咧？佢都係要踢嗰啲聯賽嘅時候，佢都係要踢世界盃嘅時候。再講就係佢喺世界盃之後準備時間係根本即係無縫接，同啲聯賽無縫接嗰啲時候，有方咪講有方覺得仲係可以接受。其實正常聯賽咧就會同世界盃無縫接軌，喺今屆世界盃因為叫咗冬季，所以先特別無縫接軌嘅啫。所以有冇解釋翻究竟威斯卡點解少咗咯？究竟係咪4隊唔使踢啦就最好咧？最多嘅時間咧？咁今日主編講咗有方聽唔知方唔聽，你再講多次。今日的球員最後一場嘅俱樂部比賽，隔1個禮拜嘅準備時間，已經要去到世界盃，已經要翻到世界盃準備，咁樣跟曬，咁都唔係。但有方好難事咧，一個禮拜因為今屆冬季啊嘛，但我哋講下季先，有方唔好再問事聽啊。係，我哋講今屆改咗制之後，會令到同聯賽無縫接軌。有冇再答我一次啊？係唔係覺得建基於球員嘅受傷情況之下，一定要可以踢啊？唔係，我問你，而家問你最後一次，究竟係咪4隊最好啊？唔係，我方唔使論證呢個問題㗎。而家我哋只需要論證方邊隊48隊係弊大於你啫嘛。所以問多時有方係咪覺得啲球員不斷練習冇休息時間，直接踢比賽冇問題？嗱，所以有方唔再同我方舊時休息時間一直散。不過唔緊要，我哋而家再睇翻先。依家我哋見到普及化之後，足球隊越嚟越多，係有需要增加名額。所以我哋今日咧好簡單，我睇到有方講得曬，佢根本咧就講唔過去曬。其實原來今日咧啲球員咧係的確的而且確係少咗休息時間。有方問你第二次，究竟我而家參賽隊伍增加咗，為咗取平衡，係唔係要增加決賽嘅參賽資格？係要增加決賽參賽資格，但係你考慮呢個因素之外，你都要包括其他嘢㗎，即係球員休息唔使點㗎。所以方同啱啱承認咗係要增加決賽資格，因為都承認而家全球競爭力上升，實力上升，所以我哋要增加翻有實力嘅隊伍入決賽周嘅機會啊嘛，就確立咗啦。啱啱有方同自己自身立場，都同你講休息時間，咪就戰術討論咯。但係方同我同我哋講，你中間世界盃同決賽之間冇休息時間，全部都係練習，所以有方同而家自身立場，根本戰術討論就唔緊要，首先呢個有方同亦都承認。即係再問有分同學，而家全世界先爭啲成績知道？唔係休息時間，唔係所有嗰啲戰術討論係唔單止呢樣嘢噶嘛。戰術討論之後，再熱身、再練習嗰啲，有分同學一個都答唔到，所以唔緊要，我哋跳落去。有分同學你話，而家係咪越多你場用，我方可以答你，係啊，你增加到64到100隊，係咪有分同學覺得冇問題啊？到時啲成本增加咗，有幾多個國家可以負擔你？當而家講係要3000幾嘅成本時候，有幾多個國家可以負擔你哋俾我？因為咧係會篩選國家嘅，唔係有方想做呢一個舉辦，我就可以做到嘅。然後今日有方話踢多40場，但係40場你唔好咁講，係每係4場嗰隊踢多1場嘅時候，所以今日有方睇時間，你嗰度證唔到幾嚴重啦。反而今日有方你承認原來要跟住世界趨勢嘅時候，咁你承認其實FIFA不嬲都係有增加佢嘅決賽3隊。有方我講咗好多次啦，由32隊開始，每隊都要踢多一場比賽，先至可以進到去目標嗰一輪。所以有方同唔好再同你講話休息時間唔夠，再講啦，有方同你講話世界趨勢係多啲比賽，咁世界趨勢話叫你唔俾球員休息，有可能照咁做。正方發言。
最得好嘅，今日有去到後場已經講唔過係錢呢個論點，因為我當然係覺得賺唔到錢可以解決問題，所以等翻休息。正方發言時間已經上，之後邊個發言？因為在座各位都發言開始嘅情況，如果冇嘅話，現在結束會議，雙方見面一分鐘準備時間。多餘的錢剩低去做所謂的善用場地的問題咧，而我哋今
知啦，好多年之後唔係單單傾嘅，佢哋傾完之後都要落手落腳去將嗰啲咁嘅字啦實踐出嚟。所以佢哋今日增加咗嘅手術空間，唔單單只係講緊牆上面，而係講前後好多唔同嘅時間都會有影響嘅。而再者，今日我哋再講翻嘅係原來前後嘅比賽休息時間咧，每場之間嘅正如主持講，每場中間嘅間距係唔同嘅，因為佢哋要真真正正脱離足球先可以休息。但我哋今日見到嘅係佢哋咧，原來咧再將佢哋休息時間搞到減十日。我哋見到咧就係本身啲球員啲休息時間都唔多，但係而家再進一步壓榨佢哋，咁最終咧就令啲球員受曬傷啦。而我分析今日全部提過咁多放鬆至48秒嘅弊處，唔係擔心嗰啲球員因為咁樣唔係世界盃，而因為我哋知道佢依然會踢，所以我哋先擔心。而一個佢出去嘅球運，而且喺度騎住嗰啲球員想為國爭光嘅心，同埋世界盃嘅招牌對國家主辦嘅吸引力。如果最後啲球員受咗傷，冇國家再去主辦兩大區賽，佢哋到場做乜咁嘅基礎牌推廣足球文化？嚟，一次調嚟做一首歌就好。明白點解有方覺得世界盃就一定會蝕錢，而一定會損害到啦。
其實重點就係、是、世界盃唔單止係一個比賽，係一個杯，係推廣旅遊發展，推廣足球文化發展嘅重要一環。透過世界盃，俾唔同地區嘅國家都能夠上到嚟踢，展現佢哋嘅實力，即係能夠令到各地區都能夠可以再發展。就算而家嘅球王李斯同斯朗都好，佢哋都係透過有球會贊助，佢哋先能夠發光發亮，咪就係要透過世界足協去真係幫助呢啲球員，先能夠再有更多個人球員，能夠令到足球界更多明星。多謝各位。正方結辯發言時間4:14，需求分。比賽嗰一段內，主席先講啦。正方結辯嘅話，第一段我有講到嘅，咁所以更加根據評判分析陳小姐，我想發一段。佢提醒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涵蓋評分，最佳個位置係30，第二好嘅係20，最後一位係10。字眼就有啦，我聽到啦，但係到最後
你係咪做到呢一樣嘢咧？我會覺得唔係太完整。點解有呢個情況？我覺得係好多嘅回應係一啲好零碎嘅回應，即係我覺得到感覺就係到葉面都好零碎一啲嘅回應，唔能夠梳理到。即係如果大家，我覺得嗱，我個人嘅，我平時同啲學生教學生都話，應該二副應該大家將啲前提梳理咗啦。葉面就應該聚呢個嘅結論，就點樣決定呢場比賽利大於弊定弊大於利啦？咁應該去到最後邊一個結論。但係雙方嘅結辯都好似拗好多嘅細節，雖然你嘗試框架上，雙方結辯有嘗試框架上，我覺得你嘗試嗱，因為我哋有啲唔同嘅地方啊，要講參賽嘅場地好重要啦。如果冇參賽者嘅話咧，到最後場比賽搞唔成啦。但係到最後，我覺得你要真係做比較，可能你臨尾攞三場之後加速兩個嗰個地方，先係應該要再啲衡量緊幾參賽者同埋嗰個嘅參賽決賽之後數量咯。但你問我嘅話，反方我覺得喺回應上面咧，有咩缺失令到啲嘢唔清楚咧？就係、究竟你哋認同嘅啲嘢，就係話決賽周嘅隊伍數量上面應該可能係多多嘅多人參加啦。你認同咗咯，但你又冇嘗試同我講翻先咯。咁決賽周嘅情況，而家32仲係一個利大於弊，即係按你立場嘅話，應該32好過48啦。雖然我覺得正反雙方，即係我做一個嘅有辯論經驗同埋教練嘅老師，即係我會好啊，呢啲叫荒謬化，即係正方邊啲嚟講話，係咪四隊最好？你反方開頭話係100幾隊最好，即係啲荒謬化對我嚟講咧係冇太大作用嘅，就係。即係我覺得嘅係啲方謬化對方，但係方謬化之後，你想 raise 咩問題咧？會係，但係反方面就變到我哋唔需要論證四類，咁其實如果我哋方謬邏輯，你唔需要論證四類嘅話，咁正方都唔需要論證將來會論證四類㗎。我會覺得，咁咪大家鎖定戰場2648咯，會係，因為我自己有聽學生準備，我準備得唔錯，但係因為我知道嘅，因為嚟緊嗰一屆三個國家合辦，所以有16個場館啊嘛。咁我都學生討論，咁之後係咪個國家一個國家喺數個場，我唔知㗎。但係辯題冇話唔可以之後4球減翻到32個喎，其實，因為呢個唔係辯論討論重點。但係如果大家你討論嘅前提，你嘗試插對方嘅前提，話競爭力大咗，要普及咗，嘗試推翻呢一個前提唔合理。所以因為如果呢個前提嘅話，將來會越嚟越多。咁我哋打法。球員的健康、球員受傷的機會是有風險的話，那正方問題是越少越好，你都應該答是應該越少越好。即我覺得因為大家三個字出來討論嘛，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覺得休息那件事是凌駕一切的時候，你應該嘗試大方承認是應該再減少一點。我覺得這個位置就是大家有些位置就是討論的過程中，你們反方講一講，我嘗試抽正方話普及化是我認同，但不如將這個合理化的理據去加到18句。如果你們強調嗰健康嗰樣嘢，啲國家要舉辦到，咁你話佢聽，因為合理應該是32啦，定還是翻再早啲去24，即係一個更加合理嘅水平咧？你要話俾我聽咯。辯題唔係打經驗，你唔需要提反辯，但如果大家都嘗試抽個前提出嚟，你們強調的是休息，強調那個的場館會浪費的話，那規模應該相對再少一點。但你們沒有嘗試清晰說32是合理還是24個合理的位置，那你應該嘗試講一講。如果不是的話，就好像大家很離地地討論，嘗試講大原則，正方普及化，你們說健康、精神壓力、受傷，那我們很難做比較，我自己覺得，即是我怎麼聽你們說的。所以我覺得在回應上面，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正反雙方個高地嘅做對比嘅話咧，今日我覺得未做得太多呢個比較，所以利弊嘅衡量過後面就都係去一啲方同方之間嘅反駁咯，即係正方話你哋得花心嚟啲，反方咪講翻我先都落去講㗎，咁呢位係有分嘅，但係個後場就唔會再高分啲咯會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都係想討論嗰個背後利弊嗰個嘅核心價值，咁應該將核心價值攞嚟對抗咯。但係今日後場二半啲結業，我覺得呢個會相對少啲，呢個我自己觀察到。第二樣嘢就係招運方面咧，我會覺得我唔係一個足球迷啦，我都係淨係睇世界盃啦。但係我有啲位咧係
應該我聽嘅時候咧，應該可以早啲回應嘅，而有啲嘢應該要質疑得再早啲回應到。例如反抗工地強調嘅係要有足夠嘅十四人休息，係完全抽離。我聽到你就係要抽離足球，完全唔接觸，即係我理解啦。我聽你用字眼就唔可以討論戰術，唔可以踢熱身賽，唔可以練習。咁究竟呢一個兩個星期係而家32，我哋嗱，我哋唔好講咁搞特別嘅冬季舉辦嘅奧誒世界盃先啦。再上一屆一八年係咪做好咧？會答，即係我覺得你要再講多少少會答。呢個地方你可能要再強調翻。如果唔係就搞到泥沼啦。政府問你，喂，戰術討論有冇一個嘅壓力或者精神壓力啊？會係咁，你兩隊如果你用辯論嚟比，咁辯論當然係好大力啦。你都要辯論思維嘅訓練啦，思維嘅震盪啦，會係。咁所以你要講翻清楚，因為政府純粹好簡單問你一啲簡單嘅概念，但如果你接近資料係講要完全抽離嘅時候，咁一屆係可以做到咧。230年都做唔到噶。如果頭先睇翻我第一個嘅意思就係，可能24年先做到噶，可以。你可以提出一個好嘅講法。正方又係啦，你回應呢個位睇翻呢個受傷嘅位咧，其實反方一副都講咗，其實而家啲球因為要踢呢一個嘅聯賽啦，球會嘅聯賽啊嘛。咁呢個衍生問題就係在於，究竟係決賽週地主都落咗啦，去到39日啊嘛，而家係決賽週抗 P 唔夠休息啦，定還是本身而家聯賽太多咧？打一雞同蛋先啊！正方其實亦都呢收大太遲啦，即係如果我哋足協佢真係可以一個嗱，我理解啦，我哋都應該再分下邊就唔同周圍嘅足協啦，應該係即係我估計你再落唔得啦嘅嗰啲聯賽再落去等歐聯嗰排就得啦。即係其實佢如果決賽週即係世界盃應該所有球員國家都覺得轉變嘅時候，佢擴充咗日數，係咪其他聯賽都會減翻啲日數咧？會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雞同蛋嘅邊一個導致球員壓力大冇時間休息，係聯賽定還是世界盃擴充咗決賽週咧？呢個係好難討論嘅。但呢一個提出咗正方冇呢個嘅執著回應，所以呢啲回應上面令到大家係攞到嚟㗎。即係你早啲同我講話哦，世界盃擴充咗，你所講嘅休息問題唔係世界盃大，係因為一個全職球員去打聯賽，我哋嗰幫啲冇打高水平聯賽啦，或者打啲國家內嘅越組頂越組啦，我哋嗰幫睇睇。即係呢塊係可以再回應多啲嘅，但係大家選擇啲可能好零碎嘅例子回應，所以對對方個高地咧要察唔夠，呢個回應令到比較唔出。我哋話我頭先第一個睇法，第二個睇法就係有相關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到最後咧，真係你問我嘅話，我會覺得我分子上面咧係睇嘅係內容，即係推論個位啦，夠唔夠連貫啦，持風個分咧，即係表達上面。有一啲好處嘅因素咯，喂，因為大家都係好兩間，因為傳統嘅籃球辯論嘅強隊啦，用翻啲文字眼嘅話 ，present 冇太大問題嘅，反駁反應都冇太大問題，但係最後發揮個後場，我覺得就好似停滯咗啲位置。咁所以你問我嘅話，我會覺得嘅係有啲字眼上係有嘅，有一啲技巧上策略上用咗嘅，可以下場再睇翻咩啊？點樣再做得好啲？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呢個問題上，我覺得係。咁我嘅意見會要先。Thank you.
因為先頭我覺得要打嘅位置啦，跟住其實去到正方都有少少位置，即係例如咧，其實你哋有討論到個位置就係場地嗰個位置，就係話啊要用立春嘅場地咁樣。咁正方嘅回應就係在於啊，例如水立方啦，例如而家啲即係喺調查嗰啲嘅時間都用緊咁樣。但係其實我呢個位置雙方都要做好啲嘅，會唔會有啲即係整體少少嘅數據可以講到俾我聽？例如會唔會過往世界盃三五屆世界盃咧入面，其實五屆可能有四屆都係賺錢嘅，咁即係會唔會有啲整體數據先可以感覺上會真係零減到對面講嘅例子？如果其實係一方面講哦有蝕錢嘅例子，另一方面講賺錢嘅例子，咁我就會聽到啲例子，但其實亦都唔係真係我比較到到底，譬如佢整體而世界盃係賺錢多定蝕錢多咧，或者佢本身場地開支係多啲啊，定係佢即係改建完之後佢用翻。得物有所用的例子會多一點，即係我呢啲會有少少偏向啦。咁去到啊，去到嗰、那個最後就係舉辦世界盃嘅嗰個環節，因為萬方咧就嘗試質疑就係，如果你用咁多錢嘅話，咁最尾即係到底有咩國家可以舉辦世界盃咁啦？咁你有討論過啲大國同小國，但我對呢啲係冇乜概念，即係我唔係好知何為大國何為小國，即係卡塔嘅大國與小國，其實我都唔係好知。所以我覺得你要講嘅係例如政府有嘗試。會審查佢嘅財政等等之類嘅，我哋可以再講多少少，就係譬如會唔會有啲咩國家係會俾人即係放走嘅？例如會唔會將來你 expect 會唔會譬如2026年已經有啲咩國家係已經 apply 咗嘅？咁我覺得其實你講如果2026年係真係咁龐大啦，啲人係支撐唔到，咁點會有國家去承辦一個嘅世界盃咧？即係我呢啲問題都係問佢，同人哋我頭先即係我覺得講多個位就係話而家係三。國家同辦，咁你都可以質疑嘅喺現在，將來如果錢好多嘅時候，真係有咩國家會舉辦咯？咁我覺得各位你可以有啲咩方向上政策會唔會講？其實可能由24到30年代真正舉辦嘅國家已經係少咗，或者可以入方向上政策講一少國家嘅事。如果係咁講，如果32再去到48，會唔會再入到呢個合格社國家嘅事？即係你覺得有啲咩國家喺個水平下真係可以繼續去做嘅？但係我哋可能。我問到話，你不如同我講個標準係點樣？即係佢會審批嘅時候，佢會可能佢嘅 GDP 係要係幾多嘅咁？咁其實可能每個國家係得即係4個咁樣。咁其實係咪即係會要世界盃有嗰啲比較參加？同埋你哋本身有講嗰個位就係世界盃咩有好多嘅國家，即係唔同嘅國家去參加嘅。但係佢哋後面其實都已經冇咁提及過呢樣嘢咁，即係我唔知道呢樣主持人講係好有用定冇用，定係純粹提下就算啦。但係我如果你有咁做話，
咧推到永遠咁樣。咁雖然呢一樣嘢後屘點解要推到永遠咧？你冇特別去 elaborate 嘅，但我亦都唔明白點解條線要建基於一個假設。你哋冇聽到，或者你哋冇去 challenge 呢個，亦都係你哋問題。或者可能你覺得我淨係打死2026呢個賽制冇傻，你唔做啦。咁我唔知係即係聽漏咗定係專家。但係作為一條論線嚟講咧，呢、這個首先開嘅時候有啲奇怪。第二樣嘢咧，你哋就話剝削啦，冇休息啦，一樣嗰樣啦。但係其實由頭到尾咧，個數字都係唔清楚嘅。最簡單，有冇球員認真投訴過你咁樣就傷害啦？有冇人同你講過我休息少兩日咧，我嗰、那個即係跟腱就會出咩事，我菠蘿骨就唔掂啦，我就會傷出啦？有冇任何嘅數字係話俾你聽，真係少幾多咧？好似頭先同場所講，喂，其實佢休息嘅日子係咪真係好似之前其實卡洛爾之前嗰屆咁樣咧？佢所謂少咗嘅意思，佢影響有幾大咧？其實所有呢堆咧，你都冇嘅喎。你全場咧，只不過係話總之少咗，你就零格，佢又少咗，佢就慘啦。原因係因為佢打多一場。嗱，就咁聽，即係如果你今日唔係打下過嚟，都係其他情況，你有冇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強大嘅反轉？打多一場，我諗正常人都唔覺得，即係起碼你都即係考慮下評判都唔會覺得，哇！一場哇，真係好勁，好慘啊咁樣。咁所以個問題就係，當你去設計條拉嘅時候，你覺得呢個弊處唔係咁大，而你又好想保留呢個杆，你就應該諗方法去 consolidate 呢一個杆破下嘅地方啊嘛。但係頭先我聽唔到嗰個影響去到幾嚴重嘅，但係呢個係你哋嘅主打嘅杆，我覺得有問題。另一樣嘢咧，你就話佢哋係冇錢嘅，其實對方咧都見咗你㗎啦。首先冇錢，你咪冇申請咯。哇，啱，冇錢唔申請咧，佢就會限制咗佢哋嘅做法㗎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幾個國家以外其實啲錢咧就係、是、應該係慳翻嘅。咁所以呢個方案可以話係弊處，但係呢個弊處又係好我哋冇啦，係咪一個天大嘅弊處？係即係無與倫比推翻唔到有零加成嘅情況咧，又嚟自於同樣道理落到你下面啊，你話好浪費嘅場館，咁你都見到對方咧都有唔同嘅反駁嘅。咁你亦都應該 feel 到咧，就當人哋可以同你拗得幾次嘅時候，即係你呢個方案都唔係一個廉價性嘅位置啦。好啦，喺咁樣嘅 consideration 底下，你條拉本身打位置就係唔實質。咁但係係咪代表反方唔可以打咧？唔係，因為個問題呢條題目反方唔係打個位置，打大魚啊嘛。咁你就打大魚咯，即係話你可以講咩理處都得，你覺得我嘅位置唔夠勁唔緊要，喂，但我方方面面都係位置，咁你同我解釋點解我方方面面都係位置嘅時候，我喺嗰個市場你嘅理處係打邊？你理解咗喺咩地方啊？你基於呢一個咁樣嘅基礎底下，你再 challenge 佢，喂，我攞 A 咁多個位置，你啲理處睇落去好似好勁，插多兩插咪唔係好核突喎？你起碼可以 challenge 你證明唔到你大於大，呢、這個情況都會俾你今日咁樣強，因為你今日其實你落咗。四個論證責任冇一個做得好，咁我覺得喺嗰個策略上面咧有少少可惜。咁另一樣嘢咧，中間轉咗啦，亦都佢哋聽唔到唔講算啦。你中間咧刪咗一個 contract
嗰場嘅辯論裏面咧，呢啲評委都冇曬，亦都因為呢個原因，無論係立論定係正方，你哋做反駁同樣道理，你想反駁佢哋嘅咧，其實都係基於邏輯上嘅駁嘴，就唔係你已經對於呢個題目咧有一定程度嘅掌握同埋熟悉用資料去駁佢。呢、這個就反映喺佢中場嘅時候混戰，好似後場所講或者頭先嗰位同事所講，點解混戰啊？因為冇任何一邊可以挑到對方，點解啊？因為你哋純粹鬥嘴咯。咁於是就出現一個情況咧，就好似頭先咁啦，大家冇贏大家之餘，亦都冇做到嗰個比較嗰樣嘢啦。以及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混亂嘅原因係在於大家都冇時間梳理，因為到最尾呢邊咧就有一個2026打後嘅假設，再加三個波中間再加一個轉拉。呢邊咧雖然係只不兩個波，但係中間咧又花好長嘅時間去反駁佢，大家都唔梳理，亂掟嘅，咁咪混戰咯。好啦，咁掟曬一抽之後，咁即係邊個贏咧？咁做評判嗰個要同你計點數咧，咁你就唔著數啊！因為你一計點數，佢決定邊個贏，你就掌握唔到邊個贏咯。呢、這個亦都唔係你比賽想要嘅結果。比賽想要嘅係，哇！譬如你成街咁樣啦，我落到場要計點數，你就要嚇、要睇睇嗰個評判有啲乜嘢 preference。好啦，講到呢個時候咧，講講 preference， 我就要提一提一樣我個人嘅 preference。聯賽咧有評判評測咧，就俾大家去睇下評判嘅 preference 嘅。咁我呢度我特別提一提，我嘅 preference， 如果你下次見到我，我就覺得咧公平嘅一方咧係應該要俾機會對方答，因為咧你撳住人哋俾人哋講嘢咧，就唔代表公平能力高，係代表你撳住人哋講嘢嘅能力高嘅。咁所以咧，我會扣分。調翻轉頭咧。所以你都知道我係咩意思啦。咁但係你翻轉頭咧，我哋都要講咧，如果有同學係因為中文答唔好，咁我麻煩啦表現能力。但係頭先我要讚咧，就係、是、反方嘅我個人第一項 premise， 我覺得反方第一 round 公認嘅同學，即係主辯嘅同學咧，咁嘅情況佢嘔出呢啲嘢嚟咧，個反應都相當唔錯，係啊。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呢個係個人意見啦，有啲評判覺得冇乜所謂嘅，但係我係特別中意嘅，因為覺得風度上。係標上公電嗰個環節啦。咁